正在直播季前赛焦点大战，湖人对阵太阳，看詹姆斯大战保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鹿体育。这期视频啊，咱就来聊聊 NBA 的最新消息。众所周知啊， NBA 季前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而且就在今天上午十点钟啊， NBA 季前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，就是湖人和太阳的这场对决。可以说这场比赛赛前就引起了很多媒体和球迷们的关注，因为这场比赛是两支球队的第二场季前赛，第一场比赛两支球队都输球了。先说湖人这边，湖人第一场比赛是以30分的分差惨败给了国王队。其实那一场比赛看了的球迷可以发现，只要湖人他的主力球员在场上的时候啊，湖人还是要领先于国王队的。但是到了下半场，当湖人的主力球员没有登场的时候，湖人的替补席啊，单节就把比赛的悬念彻底给打没了。要知道湖人第三节单节就输了22分，所以说正是因为湖人的替补席表现太弱了，使得湖人在那场比赛中啊惨败给了国王队30分。从那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啊，湖人呢还是有亮点的，比如浓眉哥在有限的登场时间里得到了11分、11个篮板、2双的数据。从那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啊，浓眉他的状态是非常火爆的。再一个就是威少，可以说威少一上来他的进攻也是非常积极的，在他的带领下湖人就很快的建立起了领先的优势，所以说威少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。唯一遗憾的就是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詹姆斯在那场比赛中啊登场了16分钟，投篮是7投0中，仅仅依靠罚球啊得到4分，显然詹姆斯的表现是非常低迷的，也是非常拉胯的。所以说球迷们都期待着詹姆斯能够尽快找到自己的状态，因为只有这样在常规赛到来的时候啊，湖人才会在新赛季啊走得更远。再一个就是太阳这边可以说休赛期是最混乱的一个球队了。虽然说上个赛季的战绩是非常火爆的，达到了西部第一的战绩，但是在这个休赛期太阳遭遇了更换老板，中锋艾顿还和教练之间的隔阂等等很多问题啊没有解决。所以说在季前赛的第一场比赛中啊，太阳是以10分的分差输给了澳洲联赛的球队。那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太阳之所以会输球，就是太阳的3分防守能力太差了。那一场比赛让澳洲的球队投进了24记三分球，而且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5%。反观太阳队仅仅投中5记三分球，而且三分球命中率仅仅为30%。所以说在那一场比赛中啊，太阳的外线防守能力真是太差了，让澳洲球队投中24记三分球。显然那是太阳在那场比赛输球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所以说这一场比赛对阵湖人啊，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对于两支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视的，都想在季前赛啊迎来开门红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，最大的看点无疑就是詹姆斯和保罗之间的对决。因为詹姆斯和保罗虽然说年纪又老了一岁，那么看看谁的状态还会保持得更好，这是球迷们非常期待的。所以说这场比赛在今天上午10点钟啊有视频直播的，我们一起为两支球队啊加油。